本院开发储能相关电力供应及备援系统，具备无污染、无噪音、无废热、热像隐匿性佳、后勤补给容易、移动式及分散式移动储能系统、可稀释绿能发电产品、野战行动电源等，可持续提供稳定电力，确保军事及医疗设施正常运作。定点式储能系统可设置在高山营区、离岛据点、雷达站、直管中心及军医院等重要军事设施。电力系统如遭受损害，可延长紧急供电，维持任务执行。将来移动式多能源储能车可取代柴油发电机。随着军事科技蓬勃发展，提高军队部署机动性与加强能源稳定安全，建立机动阵地为电网及储能系统，将是未来国军作战时重要电力设施持续运转的保障。透过本院研发相关能源系统，建构军事营区为电网、多能源车运输载具、高山雷达站及通讯指挥所储能系统，以其达成国防创能、节能、储能之能源自主目标。